大家好，我是广成素食的老板黄耀德。今年的4月4号刚好是清明时节，我们用蔬菜高汤为基底，教大家做了3种不一样的养生火锅。第一种是用当归搭配了养生的猴头菇，第二种是用豆浆搭配手工面疙瘩，第三种是用番茄搭配了手工的高丽菜卷，让大家在清明时节的时候也可以在家吃的健康又养生。想知道详细的做法，请看本期的食报周刊，谢谢。